2017年初夏时节，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战火重燃。柯洁、石悦、周瑞阳、连笑、彭丽瑶、谭笑、李哲七名中国顶尖棋手与韩国棋手申真虚在河北廊坊争夺四强名额，再现围棋界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，尽显脑力运动的竞技风采。在去年岁末的综合预选赛阶段，比赛就吸引了来自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中国台北的382名选手报名参赛。新奥杯是我们新近举办的一个比赛，但这个比赛一旦开始以后呢，受到大家的关注，因为第一是参赛的人数最多，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通过这个各个组的选拔了，到我们这个本赛来，还有64位。我想这个比赛呢，在我们河北廊坊举行，那我们廊坊市的方方面面都会对这个非常支持。本赛段的焦点对局中，周瑞阳执黑中盘战胜韩国棋手申真虚，柯洁则执白战胜了连笑，李哲执黑中盘胜谭笑，彭丽瑶执黑以3/4子战胜了石悦。至此，中国棋手包揽了4个半决赛席位。在半决赛上，柯洁凭借深厚的观子功力执白，以1/4子战胜李哲，率先锁定一个决赛席位。而中国棋手彭丽瑶后来居上，犹如一匹狂奔的黑马，从预选赛一路杀进半决赛，此番执白再胜周瑞阳，从而以2-1的总比分胜出，占得最后一个决赛席位。根据赛程安排，决赛将于12月在廊坊进行，届时柯洁与彭丽瑶将争夺该赛事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文评论道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，是第22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32强战的对局，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唐伟昕九段和韩国的李东勋八段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给大家来介绍这个 LG 的比赛的一盘棋。是的。LG 这个32强战的对局呢，还是中韩之间的对决比较多，大部分都是以中国棋手的得胜而告终。好，我们看看这盘棋会下成什么样。唐伟昕和李东勋，唐伟昕呢在国内呢排名会靠前一些啊。对 对。李东勋呢在韩国现在排名前10吧，大概前10也不错。是的。总的来说也是能够比较较上劲的一个，还比较接近，还比较接近、水平。是的。唐伟昕，我们来看这盘棋啊。唐伟昕，是黑棋啊。下小目。小目。白棋，新尾，它那门又是小目。现在错小目。错小目。又是这门小目。然后黑棋是在这边挂，对。白棋也是小目挂。挂一个。对，这个也是普普通通的，但是现在黑棋呢，过去的选择可能，就不像现在这个，现在马上就尖了尖顶。对对对。以前或者是选别的居多，现在是就尖顶，尖顶最近下的多了一点啊。小目尖顶以前比较少见。比较少见，因为这个觉得那个角上啊，这个目并不多。在这么选这个定式，最近可能也受这个，这个 AlphaGo 的影响有关系。对，是的。现在走了这个，然后白棋呢是他走这个也走的是比较特别，靠这个。这个布局的两个上下两个角的下法，基本上就很少见得着。这个压呢，如果拆一个，他怕他飞压。这有这么一说。现在他是先压，杜绝你。飞压过去，但是这个也是定式了，这都是定式，这个也都不是特别的奇怪，算是定式的一种。好，主要看贴起来，贴一个，对，他是选择贴一个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走一个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棋你要说也是
也是一种下法。嗯，他让你看你补在什么地方。嗯，先看你的那个补的方式。你如果虎一个呢，他在那中间分头一个。嗯，哎，你如果你要走别的，他反正先看一眼，先压一个，给白棋留个断点也好的。以后这个断点即使不断，远远的瞄着这一类的刺他一下，他也有点难受。啊，这个呢就是。轮白棋下，白棋呢，他走的有点不一样，哎，通常可能会比如说拆一个很多，或者拆在四路高位，拆这个地方可能会多，或者拆往下一路也有，这个两个点选呢最多，可能会这么下，嗯，这个比较普通，你断呢他就跳，但这个下我觉得是非常普通的，嗯，要我也可能会这么下，假如说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一类的下法。这个是最常见的下法。嗯嗯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李东勋呢，他下的一个比较夸张的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搁错地方。他走在五路，怎么搁得这么高啊？这个棋呢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给他是或者下面两路我是会选的啊，拆三或者是对高四路，拆在三路或者四路，他拆在五路，这个就有点夸张。嗯。这个呢，你要说一定的不好，也没有一直这么说。对，那你要都是他的空呢，不可能。这肯定人家要进去。不可能，要那就要让很多子了。这个，这个棋呢，拆这么高，有点稍微就是说有点夸张了一，我们有点夸张，或者你有点欺负人，这个就是黑棋看怎么样对付他。嗯嗯，黑棋你现在。那下不得，其实你要说他走在这儿，我就往下面走一个，他也吃不着我。对，放在这儿的话，活棋应该还是很。他也吃不着我，啊、我觉得会下成什么样？对对对。但是唐伟兴呢，他没走这个，嗯。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诧，这白棋下在这儿。下这儿，哎，他们下的这个棋啊，这盘棋有点意思。嗯、他们下的精神让我们诧异的地方挺多的。不光如此，我们往后面看。黑棋走到这个，走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他是想什么呢？让你补断，我再往里面拆二，这个呢就更加的就是疏闪，你如果你白棋补断，那我往这一拆二，你这个高位的效率就不好了，嗯，所以拆一个看看你走什么，你要是看你往哪个地方补了这个棋，他如果说往这一带，你看你走什么。我也很奇怪，我不知道，我逼紧一点。逼紧一个，你看这个形状稍微就有点怪。对，我也觉得这个子实在是有点奇怪。以后搁在这儿啊，你要小心人家穿星位穿象眼。对呀、啊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它也很有可能断你一个。断这个。对，很有可能断一个，大概是这样。总之来说，应该说黑棋有棋下吧？你这个形状不太对。嗯。那么这个棋它怎么走的？这个地方。都不是常规下法，都是有点让我们啊，有点费解。你要说他以前或者没怎么见过，你要说他一定好，我们说不准。现在他们只能说他们都有独特的想法啊。现在都受到这个，现在啊，理论上都不能说通了，很多棋都说不通了。嗯。要靠实战来解决。现在不管说什么，先实战解决再说。你只要实战能够。赢就行。嗯，现在他走什么呢？他靠一个是吧？靠在这里，靠在这里。对、这个、对，靠个什么想法呢？嗯、就是说你退，就是你的防这个断，你要往后退一个呢，我下法就不一样了。嗯、先让你考验你，你是退呢，你还是搬呢？就等于是让你来做个选择。所以呢，靠一个黑棋呢，他也不退也不搬，他来个更加不一样的。他直接就给他断上去了，直接断上去啊，这个够狠 的。直接断上去，直接断上去啊，这个棋啊，也是这唐伟兴比较有个性的。对，他觉得你这个形状这么松散，这么多的断点，你居然还要靠我？对，我现在给你先把你断开，直接断也比较凶。其实这个就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比例啊，大家也没有什么，定式理论这么一说了，大家就来作战吧。实战解决吧，看谁的力量大。那么白棋呢，就走常规的，他打的外面打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如果长，他就双。对。然后接下来就看黑棋怎么出招。你这个地方，怎么补？嗯。你这个棋，黑棋这个棋呢，也是。这还差一手呢，这。对对对，这样呢，黑棋也不知道下一步走什么了。
因为也不知道走什么了。你要是说打这个不行，打这个被他一长，这边有扳，那边有长，有打，也不好办。打这面还有个扳，你补了他那面，所以这样的话黑棋并不好。所以黑棋下了，在打了之后啊，黑棋下的也是下了一个狠的。你看他下了什么狠的？冲一个，冲一个，让他，他也这个棋既然冲了，他也要抓掉。对，那只有踢掉，这两个子不能被踢掉。一般来说被抓掉是不肯的，是，哎，让白棋抓掉是不肯的。然后黑棋来一个狠的，他给你爬断他，彻底割断，就作战了。这个让白棋看怎么办。这个白棋如果说不想被人家打一下，那这个团也不对啊。不，你团就不好办了。团如果被他断，你下一步这个打你受不了。是啊，你要说他比如说他现在断一个这一打就晕了，急打先白打。对对对，他就爬过也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的话那么就把脚上吃了半粘，吃掉这个棋应该是黑的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黑棋满意，把脚上都给吃了，那一会儿再扳他一下还可以。对对对，这个以争自由力跑出来都不得了的事。是啊，这个棋形状粘这个黑的好。那么白棋这么俗走可能不行的。那么这个棋的割断之后啊，看着是让白棋抓了一个，但实际上黑白棋啊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手段。不太好下。不知道该你怎么办它。有力的就是能对它有形成一个大冲击也没有。我们看它的实战吧。他从这儿顶断了。直接的，这就是大家就硬着来。硬着拼，白棋这个脚他不肯。这个脚呢，这个脚你要不走啊，这个脚是死棋。对。这个脚是死棋。黑棋只要单弯一个就可以了。单弯一个就死了。怎么走，反正都有死的。这个白棋得走，但是你看往这面走还是往那面走？如果你说往这面走，假如说搬一个，立一个，搬一个也行，弯一个或者走一个。这样。对你搬粘，对搬粘，他搬粘也先手。对吧？那他往这边拆了，黑棋就往这边拆了。对，黑棋这个先手能提到一下这个靠，那就没什么用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就从外面搬也没什么了不起了。那这样黑棋是希望的。对，这样黑棋不错。这样他就是上面他也能，你搬下去他就往上搬，这个他还搬粘先手。没错，而且他提掉这脚上以后，有可能还有打劫的手法。就说这个他搬那边不行，那么白棋走的什么啊？我们看实战。白棋呢，他立下来，立下来，黑棋也比较狠，黑棋就给他直接不让他活。对，他就搬粘。搬粘不给，就让你去补活。你补活呢？你要肯缩回去补活，那当然很高兴。你要是拐一个再去补活，这个拐一个补活，我的对，那黑棋便宜了，黑棋再腾先手或者往那边拆了。是。黑棋希望这样。那但是这个棋呢，你要他不补活，他脚上你要来吃啊，你收气也很麻烦。他实战他不是马上去补活的话，黑棋高兴了就。所以这个脚上也是有点那个什么，变数很大啊。他走的什么？他搬下来。搬下来。搬下来，这个黑棋下得够狠的，不黑棋啊！本来以为他提了能断一下就行了的。本来我觉得就搬起来或者怎么样，搬这个对对对对，这一类的都可。怎么会他走得狠？他是走的这个。他长出来。长出来，两个人下得相当狠，相当狠，相当狠。这个棋我就有点被他，看得有点晕了，眼花缭乱的，看着。因为现在好几块棋在纠缠，对，纠缠，脚上也没活，对，但是外面呢，黑棋这块棋的联络已经被割断了，这棋应该怎么办？其实第一感呢，我自己觉得这个粘是很普通，很普通的，粘上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那个想法，黑棋可能最狠的或者是，爬出来这个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团应该先手，这以后，飞出来，飞一个他受不了吧？是不是得拆一下？拆一个，对，拆一个，拆二或者拆一，我还有点纠结。然后黑，我看白棋把这个，你比如说提了哈，他搬过，这个可以考虑一下。这个可以考虑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白棋我觉得作战还是可以考虑。冲了就度过，然后你紧着气，这样作战有的下。
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白的我要选可能会往这儿想。想这么下是吧？想这么下，对，我觉得这个长挺狠的，长尾星挺狠的。但是他没有这么下，白棋没有这么下。这个做，当然这个变化很复杂啊。我是给他这个这么设计的。我觉得白棋要是这么狠的话，黑棋子，这个白棋要这粘上，黑棋怎么硬呢？他没有走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立下来。他立下来，啊。他更狠。更狠。这厉害都是相当狠的棋。他想着什么时候，反正底下能接过。对，那是有过，但是黑棋搬起来了吧？搬起来，对，胡了长，长出来，这个地方太复杂了。投出去，投，这个。他反正这个就随时能提到一下。对你现在粘，他粘上对黑棋没有什么威胁。现在等于三块，啊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了。这面还有一块，这都乱了，全乱了。这个现在都拽着，所以这个就真是比力量了。压出来，这样的话对黑棋啊正好是没有构成特别的威胁。刚才他这个力这个场我觉得稍微无理，如果白棋选择这儿团粘上的话，对黑棋可能威胁大一点。现在这样的话反而对他没有威胁，因为他提先手，断也断不得，断不了。那么现在白棋白棋压出来哈，黑棋把这个挡断，哇，这个够狠！下的都双方这个比谁更狠。挡一个倒是下一步这个一点呢，脚上啊气不多。对，一点就是那个杀白棋了，脚上没什么气，能把脚上杀上呢，这问题都解决，那块棋跟这块棋的死活都不解决了。现在他挡一个，现在脚上局部白棋已经是近死了。对你如果黑棋白棋搬这个，他就那一路一点，他到时候给他吃掉了。是的。白棋他还做一个，白棋他还做一下，做一个是好棋，他就想让你来吃我，你怎么吃我？他看你是怎么吃的，就是这样。对对 对。假如说你不想走成盘角去四，你爬一个是盘角去四，脚上。这个吃起来你累，你不知道怎么吃，吃起来你要搬了吃完被他一提呢，那气会长很多。你要硬来吃不是不合算。现在马上吃的话，反而是白棋最希望的。你如果你搬挡，这个不行。对你把他一提，对。你挡那面白棋从那边收气了，白棋从那边收气，那边比如说拦一个这类的，对这一类的收气，你那个气就收半天，你还在打劫，还吃个有可能吃着，但是打劫很麻烦，对，这棋不便宜，所以呢他不敢这样下，先黑棋暂时也不要点了，他先提了一下，先提了，哇，这厉害。打而还一，打而还一，先把它接上，这个灭掉。然后呢？踢完了之后拐到这外面去了。对，拐一个。对，现在有点那个，这个脚上你要活了并不得，你要现在去做活，让黑棋再加手不好，所以呢，他就想办法来攻这个黑棋。对，所以这外面这个头还是很重要。如果被人家拍进去的话，有点难受。有点难受。所以白棋呢，想法从这边先动手，他飞了一下。往这儿飞一个。这个有点乱。对，确实是。太乱了。因为这个角呢，如果黑棋要点杀的话，刚才我们摆的也是局部，要不你就做成盘角去死，要不你就搬一个被人家先手提掉，做成一个结的形状。是要来吃。那你本身这四个子气也不长。吃那个角，谁你吃那个角，吃起来有点累。对。是的。最好是让对方来吃我是最好。对。好，现在是这个收这个气，所以黑棋先飞出去，黑棋先飞这个好，飞这个呢也是有点奇怪，这个也没说彻底活，这个也没彻底活，这中间呢白棋的形状有点乱，这个棋呢，反正我在唐维星下那个棋里面啊，经常碰见它，它经常是很混乱的，混乱，对，它的棋风是这样，你看着不起眼儿，觉得它很乱，但是呢，你赢它不容易。对，是的，是吧？这就是跟他下棋就有这种感觉，有这感觉。他后半段很强，对对对，他总是很擅长从一些你觉得很混乱的局面下，他找到头绪。这一盘，那个李东勋可能要尝尝唐维星的手段，让他坚住，对，坚住，爬一个吧，爬一个，爬一下，挡住。这个黑棋也没还没彻底活，但是呢，也他又现在又是不是来吃他了？他现在击打一下，击打一下。先把他的形状给打得很难看，你打一个，你说这棋心啊，你不能不粘啊，被那一扳对棋心掉了。
然后再搬，然后他再搬你一下，他让你变得很恶心。对，就是说让白棋的形状呢稍微的差一点，像难受白棋。哎，对对对。那么然后再点他。哇，这个棋这个时候来动手吃他了。嗯，黑棋这里是有一活棋的，他几个先生往后一并就活了。活了这棋。现在他那个气啊是长了，这面呢你要来吃黑棋呢就难了。对。这个时候他来点你杀你呢就条件基本成熟了。嗯。现在走了这个之后，白棋就你没压我，我就拐这个，这个的确很大。嗯。本身黑棋本来压也有点先手味道，基本上是先手。这个的确很大，要是我不点直接再压两下，我都也想，至少我也想。白棋很讨厌一件事儿是什么呢？白棋如果说不拐的话啊，假如说他比如说他走在这边，你想把这两个子扳死，对，但是你发现扳死是后手，啊，你这个依然断不进去。哦，再这个对，对，暂时断了被蒸掉了，然后人家就特别妥妥帖帖往上压一个，再压两下，黑棋就往上压就行。对对对，压得你不长也难受，长也难受，反正怎么下都不对劲。你倒是把这俩吃了，这脚已经被人家点死了，啊，所以肯定是白棋不太好。这个棋，这个地方特别的乱。但白棋不好下，这个，确实。白棋拐，我觉得是很大，这个棋我觉得很大。对，这个要打，这个要走的。黑棋也很顽强，两个人呢就拽着走。其实你说这个棋啊，把那个吃掉，脚上吃掉，已经觉得挺满意了，也差不多了。他搬就搬掉吧，哈。现在他不，他是要走这个。他是觉得脚上我把你吃了，外面我还要继续攻击，这拽着你这几个字。你要断的话，他气掉算了。给你那个活。但是呢，白棋一看你这个棋还来攻我呢，我不，他是要两个人就拽着来，走这个，然后这个棋呢就截住，粘住。对，这不能不截了，不截被人断。这个棋有这个断也得虎了。对。然后黑棋跳一个，那这个又拽出来了，大家又开始互相对攻了。这个棋非常的乱，特别混乱，非常混乱。这个你要说哪个一定好，现在啊说不上。说不上，现在说哪个说啊一定是，但是不管这个棋值得探讨的很多地方。现在呢黑棋这么硬拽出来呢，他是借这个力量啊来，就是把这个拽出来之后，那个脚上我吃起来，如果吃掉的话，就是说他收获也不小。是的。现在看白棋走什么。现在关键这块棋还是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。未知的状态。再走啊，不走不行啊，这个棋白棋。也在跟着走啊，他下得难受，他又不知道走哪儿。如果跟着压呢，那人家很高高兴兴的就把头长出去了。是啊，如果你飞呢，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他就跟着往前拆就行了。对，所以他不甘心。在这里是吧？他要求先逼你一下。这个棋呢，就是借攻你这个，你大概如果你尖，他就往前就飞出来。那他逼到一下总好。对，两头再给你扯，我这一块你的两块对跑，大家对跑，应该说白棋这样好。白棋希望走成这样。那么但唐伟新的招特别狠，他也没尖。这个不尖，你要拐他扳呢正合适，所以呢这个棋他走什么呢？他顶了一个，顶一个。他觉得你要再走我就把你跳死了，这个跳很眼见的。你如果不走呢，我下一步一扳啊，那你这个拆到的作用不大。你要顶它跳出来，是，这个挺狠啊。这是像的，这都是比较狠招。像现在呢，白棋你说不入场它跳，要么现在白棋就几个选择，要么走这个走这个之类的，可以考虑。这白棋确实有点为难，我觉得就有点难下。或者飞一个也是一个飞出来，飞出来，飞出来普通是吧？是，飞出来你这边搬他再往外走，也是可以。现在他走什么呢？他走了虎一个，虎一个这个棋，好吗？这个棋虎一个之后，虎一个我觉得正好被他扳住了。我倒觉得飞出来应该比较普通。往这边过来一路，现在被黑棋扳了。对，您就说飞那个他扳的地儿。扳的地方，觉得先把头给出来。对，飞应该走那个。搬的地方，现在被一搬，
这个白棋呢，就要你还得往外出头。嗯。这个形状被搬一个有点难受。确实。是吧？被搬一个难受。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呢，就是。黑棋刚刚搬了一个，那接下来白棋这棋怎么出去呢？有点难受哈，下的有点难受、啊。确实，这出头也变得很困难啊。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？这个战斗依然是还是很复杂啊。虽然说白棋难下一点，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我们要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，是第22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32强战的对局，由唐伟新对阵李东勋。啊，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白棋刚虎，黑棋搬了一个，怎么办？接下来这个棋白棋有点难受啊，白棋怎么办啊？只有这个往前走，虎一个。嗯，但是呢，黑棋这一打呢，他有点难过。对，这个粘上说不过去，如果长被又提劫，你这个棋还是个带断点的，粘上被一扳，这个气还不见得够，所以呢走什么的这个棋白棋有点难过，所以呢他就先在那个地方挡一下，让你再来吃我。哎，这个棋呢就是说就是说白棋这个有点哪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，就前面可能飞出来好。现在呢，就白棋把这个黑棋把这个给拽进来了。对。好，那么黑棋呢，这个时候。那你既然不应，我就先提劫了。哎，提劫。把这个子先抓掉，你这块棋死了也很大呀。让你去活。啊，是吧？你要活了，我是不是考虑先把它抓了的话，它一段要死了。他也可能就先活这个，活那个也可能。那这劫反正提过来也不要黑棋命啊，黑棋就慢慢下呗，在这一带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他是走了这个之后呢。他这那么现在该白棋下，嗯，白棋团一个，白棋现在不肯活，他要来吃你。对，对，他是说他不肯补活，让黑棋补活，是这样。你如果来搬了、吃了，他踢完之后来给你、让你收气，这样里面是个打劫的那种感觉。一打劫呢，他收着全给包紧。嗯，这样呢，白棋希望走成这样。那个收气的话，白棋好。哦，对，他现在这儿什么都没有，他可以拐完了从这边搬了。哎，对，从那边搬，对，收气。嗯，好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。嗯，但是黑棋也够狠的，黑棋都搬过去了，在这儿。可以搬过来，白棋是不是提这个？提一个。提了一下。他提一个，对。但提一下之后，黑棋要求长到外面把你他要全部呢，你贴他能搬住，把你全部摁进去。对。哎，这个、他要吃的大了，你要现在肯补活，虽然说我这儿死了，但是这儿你就全部阵亡了。对，他是说你现在你比如说你白棋不管是搬还是补吧，补一个啊，补一个，真哎补一个，我就走这儿吧。补他可能会虎这个，哦，虎起来，虎这个，这个棋呢以后搬了，搬了，以后就飞一个，你这个棋都是先手，嗯，搬了长都是先手，对。这个棋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、味道不太好，味道不好。我飞一个，你都不知道走什么。嗯，搬了长，你都跟着得贴这个，所以这就走这个跳的这个位置。对，嗯、黑棋往这儿一走，黑棋白棋很难过。以后走这儿。哎，对对。你如果不走的话，我再飞，你可以坏事儿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这个棋就是先手，所以呢，这个虎特别大。嗯。他走的什么呢？他是走了长一个白棋啊，他是先要一下，是吧？嗯，哎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没有现在长一个，对对对对，长一个。他担心黑棋虎，就黑棋这边太壮大了，一会儿再抢到那个挂角。其实长一个呢，就是想你的提啊，还是粘呢、你得给我补啊。嗯、结果呢，唐卫星又是出乎你的意料，他理都不理，他结果不走了，他走那面。哎，我一般的情况，你黑棋总是补一个，然后白棋再去补那个，或者补角把那个吃掉。现在他补。嗯，他走的什么？你看、他加一个，加一个。他说让你来渡过，我那先渡过，把那个气尝出来了。你再想吃我这个黑棋啊，不容易了。这个白棋不能理。本来你那个不补，这搬进来，他是那个棋，现在不，现在是那里面就乱了。对，他现在等于说他这气长出来之后，白棋得赶紧补角了。对，如果不补角的话，对，他就搬。人家这样气长好。你如果在那边走的话，比如跳一个或者尖一个啊，随便走一个。尖一个，他搬，对，爬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对，他给你收气了。嗯，这个气他长了，这样呢是白棋的，就是黑棋的气要长了，
尝过黑棋了。这里面这，哎，你要靠撑这个劫，那这个劫就是的缓气劫了。对，这个棋是白棋不愿意接受的，他走的什么呢？用那个长气了啊。嗯。现在黑棋怎么硬长着气，让你给我这个地方给我怎么来？你要是直接动也不合适，那个要死着的棋他来补了，白棋弯了一个，我把这个活了，让你这个棋要活起来累了。嗯，你黑棋活只能是尖呢，在这儿活，活完之后这么的还有打劫，对，所以他希望你看到你这么去活棋。嗯，然后我们看他走的什么，黑棋爬了一下，爬一个是什么意思啊？爬一个呢，就是说我黑白棋扑一个以后我挡啊，是先手，他还是要一个便宜。嗯，让你白棋去扑一个，就然后不是我看是不是跟这个断了之后跟这边的气收气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因为黑棋如果挡到这下先手的话，这外面气紧住一虎，这个打实先手一虎有关系，白棋死了。他就是说看你如果扑一个，我以后挡一个呢，我有先手就不一样。对，就是让你白棋补一个那个一一啊，你去补一个之后呢，我这个挡这边的气。假如说是这样，假如说这样，打实。对，他那个气有关系。他这个打实先手，我可以先不走。嗯，回头如果要收气的时候，比如说白棋断进来打劫，我拐在外面，这下先不走，他就是想摊个那个，就是摊个那个有一气的关系。这差一气就差飞了。他希望走成这样，但是呢，这个白棋呢没有走，哎，白棋没有去扑一个一，哎，白棋没有走那个。嗯，白棋走什么了？白棋耐不住了，白棋他是。走这个了，他说你老不动啊，我再走这个了，贴一个好。这个白棋黑棋啪把这个提了，对，提劫，然后这个劫财是个问题。是啊，劫财现在白棋怎么找劫？找劫走什么？你找这个劫的话损一气，损一气脚然就不活了。哎，对，他如果走这个挡住，这已经不活了。哎，对这个劫不肯走，一直是不愿意走的，这个白棋是不能走的。对，那个劫损一气之后脚上死活就不同了。嗯，所以呢，他找全盘找哪个劫，他找到那个劫。嗯，白棋那个劫觉得那个劫是个大劫，实在别的地儿也找不出什么劫财。是找不着，这个棋啊，他要先跨一个，再断一个，那劫还变大。现在他不，这个时候跨呢，黑棋毅然就把他给削了。我把他抓掉哈。这个我觉得削掉是对的。嗯，削掉。也挺厉害的。不，我们看这结果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现在白棋把这个拉回来了，现在还轮到黑棋下。对对对对，然后黑棋把这个一长，等于说这儿已经全死了，这毫无疑问。这个角呢现在是个盘角去四，但是盘角去四是一个竭尽棋王的状态，是什么问题呢？这黑棋气太长，你没法跟他杀气。但是这个一啊，这种吃法我跟你说啊，很少有的。这个我所知道，以前黄德勋跟聂卫平下过一盘这样的一吃过来，那是个名局。就是黄德勋反而把聂老给吃了。但是这个棋啊，一走完之后啊，其实你要吃黑棋，这个棋的最终结果是个打劫。对，脚上是个劫，但问题在于这个劫是要白棋先扑进去的。哎呀，这个其实挺复杂的，这个。但是这黑棋气太长了，你没法跟他下棋。你一边收气，然后人家可以先脱先干别的去，等到气差不多了，他再跟你打，这晕过去了，这局。但是里面也有一个存在一个劫财的问题，是以后续劫干啥，挺复杂的这个。是，这个这么个吃法很少有的，一一来把白棋给吃掉。其实那个刘老师刚才提到那个聂老师跟黄德勋的对局，我知道聂老师他有一个苦手就是黄德勋，对，是吧？过去有这个传说啊，很有意思。他们有故事，有故事。对，好像聂老师当时因为战绩非常好嘛，全盛时代，但是他老是下不赢黄德勋，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黄德勋是老前辈了，比他年纪还大。这有一个那个棋局，现在这个棋特别奇怪了，挺复杂，这还是个规则问题。这个棋呢？就是我们这实战解决，就是实际上里面是一个叫，盘角趋势打劫。嗯，实际上中国规则跟日本规则还是有点区别，要是日本规则有的时候是判死了，但是外面有杀气的问题，对，不是应该是强行判死的问题，而到时候肯定会收气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实战。看实战，白棋把那个吃了也算大，但是呢，这个干净了吃掉，应该说黑棋还算不错。嗯，现在呢，关键是走了这个之后，黑棋啊，他还是扑了一下，先扑了一个，对，
然后再转小尖。但是小尖完了之后呢，这黑棋我们刚才就说的这个问题，虽然是个盘角虚四，但是它可以一直搁着不走。对，白棋的气它不长，黑棋的气长，你这从这儿且收着呢。对，从这儿开始收的话有四气，一二三四，从收到四气才收到这儿，还没算这个。他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就怕你啊，这个一尖或者一跳，这个地方做一个眼，就把那个无疾而终了，把那个就吃掉了。现在就让你收气吃我，但是他不是说马上收，他可以先搁着，先搁着，不着急。他这一尖黑棋走得更狠的，他是来这个搬，直接啊，直接的就要活出来。对，你看这个地方虎一个。打一个粘住，然后粘住把脚给活掉，这个也够直接。现在一点一毛不拔，先把脚给拿着，让你后面再来。这个也算我吃着了，这也吃着了，脚我还活了，但是你弄了一个厚皮。对，不管，现在白棋是挂的，你挂完之后我还要进来。他瞎得很，这个、所有的我都要，这也吃了，这也吃了。那脚也活了，你这个厚皮我视而无睹。其实那我干脆就，你知道你进来，我低挂一些。对，我也觉得是低挂好一点啊。现在他走得很，他低挂呢，他进来就不好意思了。现在他高挂直接就进来了，然后呢，他跳一个，好再往上跳。定式是往上飞的，他是往这儿跳的。但是这个他有道理，他这个厚就不怕了。对，你那个厚啊，可以视而无睹，无忧。我这门铁的一个拔花，这个无忧大胆的踏入，这个棋下的白棋没脾气，对，是的，下的没脾气，这个棋他也下得好，白棋拿他没招的话干着急，哎，我觉得要么就低挂可能好点，或者说你采用点别的办法，别就这么跳了，或者顶一个，或者走别的，现在这样的棋呢，白棋他走什么？他是走的这个飞，他飞了一个。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下了，我觉得他已经晕了，他不知道了，对，真不知道走什么了。你跳呢，他就拆二，他是飞的这个，他还要，他都要。所有的真正的就是唐文星的棋，这简直是所有的棋都要。哎，你来吧，反正我就你得拿出招来。对，哎，你要是对付不了我的话，你就准备受气。这可能让对手有点发毛。不知道拿它都没有，你这个又吃不着它，吃不着它，你那个大厚皮啊，就等于是没啥用，不发挥。对，现在白棋呢走了这个之后，跳了一个底下二路，他跳到这儿，大吗？这个？对，我觉得他很多时候，这白棋之所以下一步觉得有点奇怪呢，是因为他不知道咱该怎么下了这个局面，被他弄晕了啊！对，他不知道怎么走，这这样你是走外面还是走里面？走外面好像也过不着。要我说普通的话，这个别走，走在这个地方啊，可能逼住比较多见。就这招棋走在这儿，你要现在攻他脚，跳他脚，他必然是往外飞。你这两个要么走上面尖好还是跳好都不一定的话，可选的时候都不要走。对，哎，都不走为好，干脆直接走这个。可能会还好一点吧。现在你走这个，它必然是飞起来，是必然飞起来。黑棋很明确，反正我每个子弹。那你这两个交换是不是合适？你再走就不见得要的。你要单走呢，这俩就保留比较好。现在走成这样，走成这样，然后白棋再往这儿走了吧？小飞了一个，小飞了一个，这个挺大，被挂一个也很大。你看这儿都有翘起来的，挂一个相当大。再往这儿走，好。黑棋可以往那儿拆一个，那个拆也挺大的。是啊，唐星的这一拆呢，你那个再围这个后皮围空就没啥意义了。那个位置黑棋挺好。对，我觉得黑棋每一步棋它都很明确。就是说白棋，就是说没拿到黑棋的什么拿没招，这个棋不行。是吧？对，这下棋得拿出招来。哎，这个棋下的就是说没脾气，黑棋就处处把你的给要点给打住了。你自身呢，你没什么拿不住空，老想你的后势都不发挥，你的优势不发挥。这个棋就是说这个棋黑的得势了，白棋就是看来这个没下好。这个被他这个时候搬一个，搬一个他就立一个，这个被他便宜，这个是他的，对吧？对。再白棋呢，再点一个，点一个呢，就是试试他的硬手。你如果虎一个呢，以后我挡可能会有点便宜。这个时候黑棋还不给，就
走在这里一毛不拔。哎，对对，因为它这个连这个是通的，对，这个子连太厚了。哎，对，它都是连着的，里面都是黑的，哎，都关在里面，没有什么威胁。现在那白棋走什么呢？白棋啊，白棋现在找大的走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对，憋了一个，这个的确大，是吧？这个也应该是挺大的。那么现在等于是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黑棋，哎，来使使招了。黑棋呢，他下的挺好，他走什么？他这个棋走这个呢？他是你是跳呢，还是尖呢？这个看你。他在之前呢，你也找个便宜，他来一个这个，先试你一下硬手，看看你。你如果粘上呢，我这个便宜了。对。便宜了，那看你走什么。但一般呢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走这个。顶一个还是比较普通的吧？普通，普普通通。但是被人家又顶一。再顶一个，顶一个呢？这个棋呢，普通的是你大概是挡住，或者是长，一般是挡住。我想，你搬呢，我就搬一个，大概都是这一类的。你再往前走还是走什么？如果是比较普通的，靠，可能还得走一个之类的，怎么？就是这就看这样呢，这是一盘棋，慢慢来，啊，这慢慢靠下去。哎，对，这以后还要靠下去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是普普通的往前走，大家收收目。如果以后看这个定型怎么样，以后还有一个结的问题。但是他实战这个时候啊，白棋显然有点着急了，我觉得他已经心情不对了。我觉得心情不对了。主要是这一代这一下的好像过于失败。他看着不起眼的招，觉得你这样有点无理，或者。但是你又拿他没有办法，这谭无心就是这种棋风。对，是的，我们了解他，知道他很多棋都是这样。就是这样，你拿他没有办法，看着你觉得，哎，你以为觉得他的形不对，可是呢，你越走你不对，你就了，很多人都这么输给他。现在白棋有点着急了，白棋走什么了？他没有去挡，他是靠下来，直接使蛮劲儿了。这个棋呢，我倒觉得不对，你这个棋啊。自身有问题，这就是唐慧星等的你就是这个。对。这个棋呢就开始这个地方形成作战了。他的拐你不能打，打完之后人家给他打穿了，这样拐一个粘住。这个棋呢还考验他，你如果顶一个被他一扳呢还难受。对脚上的死活黑棋还更加有利。没错，他扳脚一下，这个死活是有关系的。有关系的。大家以为不要以为这一路扳无所谓。对你这个粘上的话，被这一打一粘，他一扳，你这断也没事，他就跟着走，这个都没关系。这个棋。铁厚，你再长一会儿就把你并断就完了。白棋，你对黑棋发起进攻，到时候自己死进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棋啊，他走的什么？我们看看啊。这个棋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对他还他单长了一下，单长没办法，不让他扳一下。然后黑棋打一个，扳住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唐伟星啊，哎，你给我反击啊，我巴不得呢。这个其实是，白棋有点过急了。这个地方点一个吧。啊、哦，这个是他的先手啊。对。这是白棋先手，但是这个棋就给白棋封进去了。对，你这个这中间都算封死了，你这只有在这个地方作战了。怎么办？白棋其实你现在实际上这个对杀是一看，黑棋你本来要吃黑棋呢，自身就给包进去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这个地方过分了一点啊，他走的这个，这一打。成了一个打劫啊，是这样吧？对，对。黑棋它能不能，如果说单立的话会怎么样？这个局部哦，单立啊，单立倒是一个比较复杂了。这个，这可能需要计算。这是计算单立的话，如果单立它是点一个啊，它粘上。好像只有粘上，如果侯主好像气太紧了。对，这个棋。但是这样气是不是也不太够？觉得。你说这个黑棋啊，哎，这个我还没有算过。这个棋白棋黑棋是走什么？黑棋粘上吗？粘上他就冲了扳。这看得不见得这个棋明了一点。对，这样哈，只有冲了粘。
冲了斑，斑粘上，然后它紧气是吧？紧气，对吧？那么再紧气，白气长一气，再紧气，再紧气，正好这气白气快气啊，对，白气快气，所以不太行，不太行。那就它就所以那个胆实战还是对的吧？对，是吧？单力不行，哎，实战是对的。实战他打就在黑棋靠这个打劫了，嗯，打这个他走这个提劫、嗯、现在就找劫了，嗯，白棋先挤了一下吧，先挤的嘛，嗯，他这个先断吧，他先挤了一个，挤一个考验一下黑棋，这个断了之后气不对了，如果你不硬的话白棋断进去，哎，对对、嗯、可以，所以他粘住了，嗯，所以这个得粘上，好，他提劫，嗯，然后他是粘住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他再点，嗯，哎，这个是一个那个什么？接住。是一个死活的必然的。现在渡过的话，黑棋一粘，气就不够了。嗯。现在他就必须靠这个打劫，必须靠这个打劫了。这个一粘，黑棋一粘的话，就气就黑棋多了。现在打这个劫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劫财你要很多，是的，劫需要劫很多劫财。劫财，因为他要一边收气一边打劫，然后白棋把这个，他不单单需要几枚劫财，这里面倒是劫财不少。嗯，他提，他走这个，他提，是吧？但我只能说黑棋真的是一毛不拔，他连这个转换都不肯。那肯定不肯。现在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，叫吃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做这个，做这个是连环劫了。对，如果你这么做，我提，你提完了我再提那个，连环劫就是黑棋杀白棋了。所以呢，你只有度过，对吧？只有渡过这一手、嗯、然后他还可以再提一下，嗯，这个棋呢再粘上，粘住，对，找劫、嗯、找劫，再提这个，然后白棋提，黑棋提这个，是吧？你粘回来，然后再提找劫，然后再打吃，他提，对，再终于走成打劫，然后他在本身还有一个劫，嗯，然后黑棋一提，这个时候啊，白棋找劫就稍稍的困难，本身最最得意的劫财啊，不损的劫财都走干净了，那怎么办？白棋外面之前就是他点的时候黑棋粘上，他断了一下，哦，先断了一个，之前断了，对，这之前断了一个，嗯，跟不是现在的，现在他怕他收气啊，还有可能收气，嗯，要先断了之后呢，嗯，和刚才不一样，嗯。这就走成这个时候呢，现在白棋就有点找劫啊，这看别的地方都没劫财了，就需要找自己，就难了一点了，和刚才那个什么闭眼睛啊不损一点不损的没关系，嗯，现在就损不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走了一个这个长一个，嗯、哦，在这儿，这征子游历，这个长一个损不少呢，对、啊，按理说，如果说是在前面的时候，就这种长是绝对不能考虑的。说死一个，变成死成两个，关键是在当中被人家提两个，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不只是两目，多一个，真的绝对不是两目的事儿、啊。这个其实找这个劫，这个损失真是叫割肉了，这个特别难受，因为那别的没有劫财了，实在找不到劫。哎，这劫如果打输了，那也不用谈了，就别的地方的目数根本就挽不回来。劫财有问题、嗯，他走这个之后，然后提、嗯、好。该黑棋找劫了，黑棋找哪个劫、嗯？黑棋是找了一个扑一个，他这个也是损劫，他这也是损劫，嗯，这个损劫跟这个两个就看比着看谁损的少了。那还是这个损的少点，我觉得。对，这个是棋精，如果一旦吃通了，那这个角就全死了。大家比这一片全四分之一，那个倒不损气，本来就气倒不损、嗯、啊。所以白棋不能为了说把这五个气了，把那个角吃了，那样的它也不够。这个棋转换它肯定不行，对，这五个太大了，这吃通了，这不都不存在收气问题了。那白棋这个时候，嗯，找这个劫不行吗？找这个劫，拐一个他肯定要硬吧？拐一个找这个劫不可以吗？肯定得硬。那再提这个劫吗？不然被接上了怎么能？那这找这个劫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那他应该找那个劫。对他，反正中间我觉得那白棋应该找那个劫就应该好得多。他就为什么不走找那个劫？他实战走的我很奇怪，他走的是，走的这个。他好像觉得反正已经跑了一个了，再跑一个也没什么不可以。哇，这个太难，然后打一个是吧？嗯。
接上，然后再，然后走这个，然后他又来一下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棋，走这个，然后呢？黑棋顶了一个吧？顶了一个，不走他有一个一路搬回去，他还硬。对啊。他走了，然后黑白棋呢？白棋上面搬住。搬这个。对，被他一提。他又跑一个，这又这个受不了，这受不了，这个跑的太多了，没这么下的，然后再提，黑棋呢再损一个，再搬一个，搬一个，这个我真的是不可理解，走一个这个之后，哦，黑棋再提，这个棋，我只觉得，然后呢他还来一下吧，还来一下，再接着跑，反正都已经跑了这么多了，我的天，这哪有这么跑吧，这个这职业棋手很少，再送一个，再送一个，对，这就比打劫是不是不是白棋现在不好意思再跑，他找这个劫，然后被不是现在是该黑、现在黑棋提劫，黑棋提劫对吧，等一下黑棋提劫，对对对，现在是黑棋提对吧，黑棋提这个，白棋找那个劫，白棋爬了一个对，黑棋把这个提了，白棋搬进来把这个角吃了，但是黑棋把这个给抓了，先是走的那个什么，先是走的，把那个给这个走这个挡这个挡了一个，收了一气，对，在这儿挡这个，这个棋呢，白棋如果爬这个挡这个再吃这个呢？这个棋还难说，我觉得打劫的问题。现在呢，他没走那个，应该白棋应该爬这个。现在他是走的什么呢？他是走黑棋走这个，对。他现在没走了。白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。啊。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走这个。他粘了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看。白棋是打这个，打这个，然后他挡，挡这个，对，收气。他现在这差几气啊？对他走这个。黑棋是一二三四五五口气。对，他是走的这个，然后把这个一抓，这个棋就输掉了。对，最后这样呢，就是黑棋中盘获胜，到下成这样。好，这盘棋呢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最后。唐伟星中盘获胜，进入了16强，是吧？对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好，再见。